玻璃姐，玻璃姐怎么办？你叽叽喳喳的，啄木鸟投胎吗？不是，我手里这把超稀有、超罕见的黄金剑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去石之海里面拿出来的。怎么？这玩意儿金子做的呀？耐久度消耗太快了，怎么办？你不用不就行啦？怎么可能不用？这么好用的武器为什么不用？不仅伤害高，就连被我宰掉的小猪猪身上掉落的猪排都是已经烤熟的。试问谁能拒绝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这东西给你，不过只有一颗，你可得好好收藏了。这是什么？修复宝珠，只要放在副手上面，你正在使用的主武器就会自动修复耐久。还有这种宝贝，你怎么不早拿出来？都跟你说了，我也就这一个，它的耐久用完，我可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强啊，布林姐。Later。大家好，我是裤子，因为智商高达250的模组体验官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模组名为极光幽静。别看这模组只有一些装备和普通方块，你要是这么想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没错，这个模组里的装备可都不是普通的装备啊。首先给大家展示的道具是模组中的水桶大家族。这种熔融极光钢筋蓝桶是模组中少有的特殊岩浆。没错，颜色比普通的岩浆深上那么一点，当然其普通的杀伤力可比岩浆要厉害好多倍哦。这种月石金蓝桶里面的液体虽然跟原始的颜色十分接近，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没威胁的东西哦。因为你只要站在里面，你就会受到比岩浆恐怖一万万倍的折磨。不过还好我是创造模式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还记得模组开头给大家展示的修复宝珠吗？接下来我会让布林姐帮忙一起演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永动机。布林姐能过来帮个忙吗？等会儿我发现一个更厉害的。我先来介绍，我这个盾牌和修复宝珠居然可以出现永动效果。你那算个啥呀？看我稿子的效果。干什么？用稿子挖泥土？你再看一下稿子的面板呢。哎，当前等级从2-100变成了4-100。没错，这就是稿子的可进化能力。等你破坏的方块到达100个的时候，稿子上的效率1就会进化成效率2，这还不厉害吗？那还是跟我的月光盾牌差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月光盾牌效果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修复主手武器的耐久。所以呢？如果我主手武器是修复宝珠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用月光盾的耐久换修复宝珠的耐久，然后再用修复宝珠的耐久来修月光盾或者其他装备的耐久，那我以后放在主手上的道具岂不是无限耐久？话是这么说，你总不能天天拿着斧头铁镐去打怪吧？哎呀，自己人攻击我就行了，比如你。除此之外，模组还有一些可以发射激光的剑，一次性射箭能射3发的弓啊，又或者是这种可以净化身上负面效果的衣服之类的。反正模组里面还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道具，具体作用就等你们慢慢挖掘了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